所以这个是多空的意思，无吗？空。所以圣经做讲吼，以外不能左右，以内不能动，无自性。所以六祖来讲吼，以内不能堕空，就是不能堕堕入这种性。那不能堕这种性哦，那么我们要不要积极呀？积极上，积极无我啊，积极为众去付出啊。哦，积极为大众去利益大众，那等于啥？进前我有讲过，迄叫假方便嘛，用啥做比喻啊？早动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空观，这是啥？假观。所以无我要透过什么？假观。进入空，从假入空。过来要无我呢，要从空出假。但是要这个假跟这个假跟这个假已经无共。是不是這樣？因為這個假是什麼？是左右變空的，這樣不是，這是墮空，不能墮空，要出假的。出假就是你要開始要做利他行為，從我們放著不下，到我們一直為大眾付出，這樣，福慧才會增長出來。从一开始我们一直不愿意放下，到我们完全放下之后呢，再一直从内付出，这是一个成就解脱的次第法，这样听得懂？一直开始的我不想拥有，不想拥有空。到最后要努力去累积付出，付出。所以努力去付出吼，但我都彻底无我。为什么？惊吼自己陷入这种状态，陷入无自性。有的人讲这讲堕空的时候。邪见，波无因果，那叫堕空，不是安尼，那是搁较严重的空。那邪见的无因果，那是足严重的空，因为伊迄两因果都无咧管伊啊。啊，但是这块陷入无自性，不是安尼。那是有那时啊，你感觉讲阮无代志，无代志的，但是吼，搁安尼，敢那啊心情，敢唔系，搁敢那心情安尼有一点什么？沉重，啊，还有呢，不是疑是什么？惑，啊，一开始的邪见哦是无信，无信有疑，过来吼、哦、陷入无自信心一种，刚刚这业种还没解决的惑，为什么还没清啊？还没清的时候，那乌云还搁遮住太阳。所以在这个时阵哦，你一定爱个有一个边有一个神智性的人，甲你伊后壁甲你杀，哦，啊无你会陷入这款诶，短暂没有事的什么无记性。所以有阵时啊，你任何一个修行人都要感恩什么？感恩旁边有人督促你。如果等到没有人要你的时候，阿弥勒佛，你已经快没有救了。这样，听得懂吗？边啊有人要甲督促你的人，就是感觉讲啊，你买房车还佫吊，还佫机会吊，所以呢，伊感觉你还佫机会吊，伊会甲你督促。到时，伊若感觉讲啊，你可能连买房都揪袂到的时阵哦，伊就真正无机会互你啊。这样，
知道吗？所以要不要双方面配合啊？要不要双方面配合？一定爱嘛，就是讲，有人要甲你救，你爱积极呀。所以，咱要调迄火车上尾仔班的时阵，是不是一直一直一车用要开去啊？我现在用走的，对不对？你讲哦，别紧，我大大行。啊，大大行，车已经要开去啊。快走去啊！我安尼再见。所以吼，车要开去啊，你爱走，你爱量面，哎，所以量较紧嘞。无真正，你有哪时啊会处于这个时哦？你家己会唔知呢？真正家己唔知。所以呢，我们都把这种业种还没有解决的，就叫做什么？这一切设定论都有一款的那个名相的干水，叫做实际上叫做睡眠，还没完全醒起来啊，还有迄业种伫个啊，所以叫做睡眠。为什么会出众呢？就敢若吼，无精神人入车啊！所以你若处于即款状况的时阵，你也要注意，你连吼，无吼，逐早起来做早课哦，暗时啊做暗课哦，或者是吼一大早起来吼，去精神一下嘛好，还是去操场去走几下。吼、哦，天气啊，冬天寒死死，这好多，总归一句话，你要督促自己继续往前冲，啊、哦，莫拖堆，已经佛法已经知影，你要安尼念都拢会使个。即摆是惊你唔知。你若已经知哦，你认真去念也袂要紧啊。这拢袂要紧，这反正就是袂使叫懈怠去就对啦。84000番哦，精进。只是吼，这个过程你会知。这要怎突破这个过程，你会知。啊，无你84000法门，只要当互你精进，当互你正念相续，当互你入正定的，它都是一个什么假方便的方法。哦，唔好去有随缘出众拖倒伊就对了。哦，算了吼，袂使去有你周边的迄个叫给你拖倒。哎呦，爱福报有够，哦，啊，地位哦，神经哦，日日增长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一集。恁会嫌福报小大未？你要知影圆通法，不是讲倒一种较对，应机就对，圆通。好，再来，57页，第293经。
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舍卫国，其数几国多也。我的背呀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若眼生住，转出的是灭了。这个有为法的三相，有为三相，生住灭。哦，这生住灭吼，拿一人来讲吼，叫做苦生病住跟吼老死出。老死就是灭了，所以无记性是一款病，还没完全康复的心病。所以无明我哪袂使，无明我哪是一款病，拢来修个明，啊修个记照，三明，三明就是吼宿命。天眼。